Hello，晚辉啊，晚辉，我看了那个 master room 下面那个 layout 啦，我现在给你解释一下啦。你这个 block point 从四个加多六个是 OK 的，好的。然后呢，其实还要加多这个 AV binding post 啦，它有一个12个，好像一粒一粒一粒这样子的东西。So 它可以去 connect 去怎样讲啊？这上 connect 到这个是在墙壁上面，墙壁上面这个是在 ceiling 这个墙壁这里，然后墙壁这里，So maybe 可以接一个 speaker 在这里，再接一个 speaker。这个 binding process 是要拉线的，So 好像这里有那个 receiver，那个 home theater 那个 receiver。它会好像出 wire 给 speaker 嘛，说它会接在这个东西，然后这些就拉去，它有那些 wire 拉去这些地方，so that 它可以 connect 到全部到这里啦，这样子啦。说12个，它有 positive negative 呢，是变成六个怎样讲呢？六个 point 咯，说一二。3456咯，我是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啦。So 现在啦，for 那个 living room 的，然后这个也是 OK。可是如果你是觉得要加多一个，也是变成两个也是 OK。然后这个是那个 show cabinet，这里要有一个不是 power point，可是一个 power source 去放那个 LED 加那个 fan 啊。放个 ventilation，放个 shoe cabinet，然后这里这个 plug point 是 OK 的，然后嘞，这个嘞，maybe 这里加多一个 plug point 咯，然后 OK，然后我们 move 到这里这个也是 maybe 加多一个 plug point 在这里，then 我觉得这个 dead space 啊，我可以用我现在在家，你那天看到那个星，我可以放在那边。我等下会拍照给你看啦。这个 binding post 我也是会拍照给你看，重点你 understand 它是什么东西来的。然后这时候这里要有那个 water inlet outlet 咯。如果是要放那个星在那边，然后 maybe 是。会开多一个水龙头在那边，就我可以 block 去到这里可以去洗车啊，还是什么这样子的东西啦。就这个是给 power 那个 power 键这样子，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子看咯。然后这个 water outlet 呢，也是可以去拿去浇花那些东西，因为现在那个 water outlet 现在在这里比较远一下啦。然后OK，这里诶，本来这里已经是有一个 PowerPoint 了我等下这里本来是有一个 PowerPoint 啊，我迟点我可以给你看，这里加多一个也是 OK 啦，因为 for dining area，这个加也是 OK，然后到 kitchen 这里嘞，这个 built-in 这个的插头。maybe 是 for oven 啦，我觉得我们不会用 dishwasher 啦。可是如果那个插头可以要加多一个在下面 for future maybe dishwasher 也是可以。下面这个 built-in hob 的是咯，对咯。然后这个 hood 的，然后这里是六个，OK，那个没有问题。这里两个，maybe。如果要的话，maybe 你可以加多两个在这里。Then 这个 island，maybe by the side，它加两个，然后sink maybe 是在这里啦，会开多一个 sink。So water inlet outlet 也是会在这里，然后那个另外一个 sink 在这里哦。你看你觉得怎样？built-in 这个啊。这个要你解释一下，这个的插头是怎样的？然后这里这个是 for fridge 的，明白咯？
然后这里一个也是 OK 啦，没有什么。这里如果是要用到，下次可以放插头啦 extension 啦。然后后面这里呢，它是有一个我那个 block point，这个 block point maybe 可以加多一个，so that maybe 下次我们有 washing machine，and then maybe 也是会有一个 dryer，maybe 啦，so 做准备咯。然后 maybe 后面这里呢，这里有 water inlet outlet 了吗？maybe 这里加多一个 water inlet outlet，so 也是好像这里一个 area 可以 cover 到 water inlet outlet，这里一个 area，然后这里一个 area 这样子咯。我是觉得到这样子啦。就这个是 overall for 家的东西，然后我给你看。那个 perimeter 啊，so perimeter 呢，maybe 这里这些全部都是那个好像那个 globe 在那个 pillar 上面的，so 是 maybe 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是在 pillar 上面这样子的咯。Then after that 呢，是如果是在那个 pillar 的 side 的话呢，说、so、是有这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architecture lighting 这样的东西啦，我觉得说、so, 这些全部都是好像是electrical point 啊，不是 block point，可是要怎样拉那些你要去看哦，要去看那个 switch 要放哪里啊，还是要放 sensor day and night 的啦，还是怎样咯？那些要给你想一下。它是拎到整个，这里是开到完，然后 porch 的另外一个 switch 还是怎样？这里也是怎样？那些啊，那个是另外一个 after 我们 discuss 了 along 那个 lighting plan 啊。OK，就是这样子 for master，for 那个 living area 啦。